子，我到捐款站了，啊，楼下这么多叔叔阿姨都要亲眼见证你爹捐款这一壮举。什么？他们没有掌声？他们怎么可能没有掌声啊？谢谢啊，听听，这么多人为咱们加油。不是，我们确实来捐款的。对呀、啊。是吗？啊，那他拿斧子干什么呀？他那个砍箱子，他拿锯干什么呀？他要锯箱子，这不就是偷吗？哎，不是，你们知道吗？这都是老百姓的爱心钱呐！就这样钱你们都偷，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呢？走，同志，这，哎，你不觉得你俩编的故事有点假吗？他说咱俩这故事编的有点假。大姐呀、啊，我们俩这编的就不算太假了。不，这什么叫不算太假？就真事儿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磨叽，赶紧上派出所。不是那个，不是大姐，这样。你打我电话，我电话还在里面呢。对，在里头。如果响了，就证明我俩说的是真的，你就得相信我俩。那你手机多少号？我要幺幺幺多少？后边你给我一边待着去。要大姐，你能不能近前说话？就烦人呢，咋都听。咱别听了。听听听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这什么手机？怎么还没信号呢？这破手机！不是，这箱子屏蔽没信号吧？大哥，咱跟他上派出所。上什么派出所呀？那个同志，这个他手机没信号不要紧，我手机肯定有信号。你打我手机，我手机也在这箱子里。对，那你手机多少号？那个幺。贼心眼这么多呢？听听听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已暂停服务。什么？你怎么还欠费呢？你少不欠费，晚不欠费，骗这几个人欠。